人物关系就是文学，对。后来成了因为对，因为有很多说应该是我是诗词，对，而且因为有很多层关系，所以先是诗词后。对对对，有很多层关系、嗯、有同事有同学，然后有恋人，然后又变成不是恋人，然后又变成又是恋人，就是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。嗯，这次和青春合作的感受和前几次相每一次的角色都不一样。下一次，那就我刚刚看那个手偶手上，然后那个镜头马上就拿出，我们贴过来挺贴心的。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特别贴心，就一下变出了一堆好像哆啦 A 梦。